那时候农业社会里面的学校就屋顶就是盖草的，啊，窗户是简单的那个玻璃，然后经过台风也没有请客修，打破就打破了嘛，哦，学生那个时候进出也没有门，也没有窗户了。民国62年，啊，这个整个都被冲掉，包括那个就是现在凤尾教室那整个那个大水啊冲掉，一直冲到火车站。高中一年级的时候，那回来看，哇，整个都是满目疮痍。那印象蛮深的，就哇，整个好像学校毁掉了。以前出入国小前面，现在公园那边是铁路，然后一进来就是一个阶梯上来，就一个玄关，然后玄关进来就是现在的中庭前面有一个铜像。校舍也都不一样了，已经改很多了。以前是那种日式的校舍。我读书的时候，3年级的时候，这边有驻军。东城现在东城军训所以前是一个东城营区，那他们刚来的时候，营区还没有建好的时候，他们都在这边扎营。以前都挖那个防空洞、防空壕，有时候不去上课都是躲在防空壕里面。司令台就是这，也不是在操场哦，在操场的下面。那时候全校才180几个而已。校园的环境里面，我们那时候树木很多，这个时候分前庭、中庭跟操场。前庭的树木里面，印象中都是巨大的树木，樟树啦，还有其他延伸种的啦，那是我们的游戏的场所。啊，后来改建甜品了，就跟行政大楼跟浇水大楼平面了，变成平面的话，我们这个学校是多元多族群的融合啦。我那时候都跟他讲，他是五族共和啦。因为我们这边族群文化多元，那其实在学习的机会里面也相对更多，那学校也朝国际化的学校来做规划跟经营，借由这次的一些课程规划，还有我们全校的努力，可以让我们孩子的学习面向更广，更有发展性，可以接轨到国际，接轨到永续发展。所以53%目前都是原住民学生，非南族的小朋友居多，应该是说少子化的关系，所以目前学校就一个班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那目前学生人数就是逐渐在递减啊。然后不过在应该是说在卑南乡还算蛮人数还算蛮多的学校这样子。卑南族是母系社会，所以在母系社会里面，我们一直强调一个精神，就分享。当你有好东西跟朋友分享的，那是一种快乐的事。早上小朋友有一些是坐校车从山里那边过来学校上课的，那大部分的小朋友就是走路上学或家长接送，就这三种方式这样子。那我们学校曾经足球代表台东县参加过全国赛。我们学校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离市区只有1.5小时的车程，也不会说太偏乡这样子，但是他们的心智成熟上面就不会像市区的这么早熟，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多外在的因素的环境干扰，所以这边小朋友还算蛮单纯的，家长也都务农，然后都很配合我们这样子。一大早一来，第一个动作是一定要去把校园环境打扫干净。打扫之后会有升旗，小朋友来这边进来是7:20，然后一直就是上课上到下午的3:50，然后到后面有一个课后照顾班，那之后我们还有跟永林希望小学合作，所以会有一个永林的课程，最晚的小朋友会在5:30下课，所以他们一整天下来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我觉得很难得哎。那我希望小朋友能够借由这个百年校庆，然后可以去感受到说一代传一代，好像在说每一代的故事。所以希望小朋友就是热情参与，用心参与，希望这个将来是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回忆。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像我们的学校的愿景一样，拥抱爱与生活的乐学天使，关怀自己身边周遭的人这样子，然后进而付诸行动。我们要怀着感恩回馈的这种精神呢，持续建构母校的成长茁壮。那我们百年校庆大概就是结合我们学校的现有的课程来做发展，像我们有在地的一些产业，在地的文化的学习，那都融入我们课程里面来搭建为孩子学习到国际接轨还有永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也是希望学校能够日日增上嘛，给它迈向到150年、200年，然后
在家听家长的话嘛，在学校听老师的话，绝对不吃亏了。老师辛勤的教学，一定有他的方向跟他的目的。学校就像家一样，然后他会让我们玩闹打闹，谢谢他们那么细心的照顾我们，培养我们。上国中后可以回来看我们学校，然后100周年运动会，我们还是可以回来，很开心。出入国小100岁了，很希望出入国小的师生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希望出入国小有下一个100周年的校庆。祝福我们出入国小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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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国小百年校庆生日快乐！出入国小生日快乐！100周年庆生日快乐！出入国小100年生日快乐！出入国小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出入国小生日快乐！出入国小生日快乐！生日快乐！